松的，需要各位在拼装以及组装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加固。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款模型所具体提供了哪些东西。因为这款模型呢仅仅是提供了雪崩外加的组件，所以说本体呢我们还需要采用万代的 RG 能天使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重新组装。那么最后拆除下来的零件也就是这些了，主要呢就是替换上了后背的零件、整个肩甲以及一些其他的部分的小零件了。对于万代的 RG 能天使，其实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胯是真的比较松了，尤其是在摆动的时候或者说普通站立的时候呢，就会能感受到这个胯部啊真的是不太够用了，所以说呢上支架是避免不了的了。首先我们来看胸部，胸部呢也就是在两侧的出气口呢是替换成了雪崩样式的这么一个出气口了，剩下的部分是基本上没有替换的。背部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蓝色的小组件，这个部分主要是用来挂载新规的机械臂以及武器挂载支架的。但是啊，这个机械臂呢并没有办法像 MG 又或者说是 PG 那样呢是带有一个可动机构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的固定结构了。那么在机械臂部分呢，我们可以挂载上安插GN长用来挂载GN长短剑的这么一个加仓，又或者说啊，可以在另一边呢可以安装上这个专用的GN复合枪剑的这么一个支架，但是这两个部分的零接啊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在拼装的时候呢稍微的给它加固一下。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套件里其实还提供了一个GN长短剑的挂载支架，也就是说如果各位有多余的两把GN长短剑，在这边也是可以进行挂载的。肩甲啊，主要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新规的雪崩组件了，基本上是达成了全部的分色了，以及一些部分的细节分件，这些啊提供的都是比较不错的。整个肩甲呢相当于把能天使整个肩甲完全拆除了之后，这个肩甲呢是完全新规进行一个拼装的。但是里边的粒子传送带的安装啊，其实这个内部的卡损呢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在拼装的时候把粒子传送带直接给它粘死在零件表面就可以了。那么肩甲上呢是首先挂载了四个光束军刀的剑柄呢，这个都是原本能天使所提供的。这四个剑柄呢其中有两个安装呢是非常非常松的，建议各位对这个剑柄进行一定的加固。那么肩甲部分其实最主要的也就是这个外侧的推进器部分了，整体的活动性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啊由于这个肩甲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也就是有一个45度的平台幅度了。然后整个肩甲的外侧推进器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翻折活动的，但是角度呢也是有一点限定的，也就是这些了。我不知道这个推进器是有意而为之，还是说就是因为零件之间的衔接有点问题，就是在安装时候我们直接给它扣过去，它有一个固定的卡位，我不知道这个固定卡位是不是就是这么设计的，又或者说呢还是说因为零件弹出来所达成的一个固定效果，但是目前能达成这个效果我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手臂部分的新规推进器呢在前端的这个白色零件安装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松的，这一点各位其实呢不用太介意，因为我们后续还要安装这两个蓝色的分件用来固定这个白色零件，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的松啊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因为提供新规的白色零件呢，所以说整个手臂原本的军舰以及军盾牌的零件件呢就没有办法去用了，即便是用了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摆一个造型，所以说呢套件里还提供了新规的零件件，比如说军盾上面这个零件件还提供了一个多余的球形关节，这一点啊是万代原本的军盾牌的零件件上呢是没有的，万代原本的军盾牌零件件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固定结构，连活动机构都没有，这一点真不知道当时设计咋想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这种改件又或者说是一些魔改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配件呢，真的是能弥补一些万代当年的那些脑残设计，比如说真人盾牌你不给一个旋转关节，在摆动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限制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骨架设计呢还是稍微的有一些问题的。对于这种比较好的不错的改件，建议加大力度多来点。前肩甲的部分呢就是完全拆除原本的前肩甲替换上这个新规的前肩甲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连接呢是非常非常松的，没有办法固定位置。前肩甲的内部啊也是依旧是蕴藏了一个机械臂的，但是说句实在话，由于真的是1:144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这个东西呢也真的是比较小了，而且啊即便是如此，在这么小的机械臂上呢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关节的，这个真的是该说不说做的还不错，做的还不错。但是唯一的缺点呢也就是这个关节稍微有些松了，我这里是采取了蓝磷胶进行一个加固了。雪崩的后胸甲呢就是一大片了，上方呢其实它会带有一定的活动机构，这一点啊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整个这一大片的蓝色装甲呢是安装比较松的，建议各位给它直接粘死在后面了。然后
甭管套件里呢也是提供了这种蓝色的粒子传送带了，虽然说不是万代的那种胶片啊，但是这种类似于软胶材质分件呢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主要还是用来固定在上方的零件的，对下端的这个卡榫呢是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所以说活动的时候呢会比较自由一些。腿部推进器依旧是提供了两种样式，一种啊是普通的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个所称之为的轻装样式，另外一种呢也就是追加了前整个膝盖前方的这个推进器以及后面的雪橇板这么一个设计了。前端推进器呢和肩甲那个是完全的一样的设计，所以说也是带有一定的固定结构的，这一点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后方的小推进器呢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的，整体的分色以及细节表现呢还是比较不错。那么至于雪橇板的部分啊，我们直接通过连接件然后插上配套件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固定样式了，而且啊这个时候呢整个雪橇板呢也是可以进行这种横向的操作了，这个其实是在其他的比例的能天使身上呢是没有见到过的，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脑洞大开的朋友去进行一些新的或者说是造型摆设了，这个就要看各位自行的选择了。单论这么一个小的雪橇板呢，我个人认为在整体的分色方面呢其实做的还算是比较好了，细节方面也还算说得过去，而且啊即便是非常小了，但是像这些展开机构呢都是完完全全的给做出来了，连带下端的这个小的小爪子呢也是给它做出来了，但是按照说明书的来看段这个爪子呢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放的，但是我个人总感觉看着不太得劲儿，所以说呢就给它反过来放其实也行。但是啊这个时候整个下面雪橇板呢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扣实了，后方呢也是带有这么一个喷口的设计的，但是啊也就是仅仅提供了一个黄色喷件，上方的整个用个用来固定脚部的呢也是可以进行一定活动的，前端的爪子也是可以打开，但是这个爪子的分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了，不是特别好打开，下端呢是采取了一个 C 型扣的设计，所以说各位在把玩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由于体积和比例限制，所以说呢这里边就是没有办法安插光束军刀特效件了，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不过也算是在情理之中，毕竟嘛这么小个东西真的能涉及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那么最后套件里呢还是提供了一个1:144比例的斩剑刀了，雪崩斩剑刀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雪崩形态下的一个标志性武器了，整体的分色以及细节表现呢说实话有点素了，而且啊整个刀刃设计的有点过于的平直了，如果说中间这块呢再给它来一点弧度，可能这把斩剑刀看着会更舒服一些。斩剑刀呢其实也这内部的支线件也是有提供的，而且啊这两个支线长短件呢也是可以独立拆卸用来挂在后方的，又或者说呢是握持在手上进行使用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万代的支线件这里呢是采取了电镀分件，而 EW 这个改件呢仅仅是提供了这种的成型色，为也是为了和刀刃进行一个完整的设计吧，也算是一种遗憾了。在握把方面，一种啊是提供了这个用来固定整把斩剑刀的一个握把，另外一种呢也就是支援长短剑分别的这么一个小握把也是带有提供的，所以说呢无论怎么玩都可以。那么模型方面呢我们简单的就已经全部的浏览了一遍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一次所提供的续约建议怎么来处理一下这套改件。那么好了，欢迎各位收看这一集的续约建议，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打开说明书了。这次的说明书这个硬质材质啊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翻开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是不错，那么主要问题啊还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说明书。那么也就是在这个 H4 以及 H5 这两个软胶分件其实安插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比较紧的，但是这个地方由于是软胶嘛，所以说修的大劲儿可能会比较松，而且插不进去，那么我建议各位使用镊子直接给它摁进去，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啊其次也就是在这些所要拆卸能天使原本的零件部分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了，这个零件是非常小的，不要给它拆丢了。这两个 C 型扣呢因为是安装光束军刀剑柄，这个我在拆的时候已经是断了一个了，各位啊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在整个后金甲部分呢所要注意的也就是这个 E16 以及 E15 这两个分件呢是相对来说要在这个孔位呢给它扩一下才能很好的安插进去。然后在这个D5以及D6这两个零件部分，我建议各位是将针对于这个一所带的对应的这边是有一个固定卡位的，像这个有一个多余的零件给它消掉，这一侧呢也是，或者说呢把二这一侧的有一个固定卡位也是给它完全消掉，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零件就可以很好的安插进去，我们再给它上点胶水固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整个后金甲这个部分在安装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松，建议各位给它加固一下。然后在整个说明书部分呢后军甲按照它的顺序来，也就是后军甲这个部分的这个 G16 这个部分安装呢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给它加固一下。
在整个胸口部分出气口的安装的时候呢，这个零件也就是这个 E6 我们安装完以后我们需要在上面插上这个 E2， 但是这个 E6 这个边缘处呢，我建议各位给它稍微的削短一些，不然这个 E2 这个孔位呢可能会要短，这个零件有点长。然后整个前胸甲部分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主要的问题呢还是集中在这个 F3 需要对于这个孔位呢进行一定的加固，不然它比较松的。然后这个部分呢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在这个 G12 以及 F10 这两个零件呢是非常松的，如果说各位想要安装零件啊，不是安装武器呢，一定要注意给它进行粘死。然后这个部分整个后面安装或者军刀进柄的这么一个武器架呢，也是需要给它安直接粘死在整个胸部的，那么这个部分就没有了。在整个手臂部分呢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在这个 C16需要给它粘死，这个地方是非常松的。那么再来呢，就是针对于这个软胶分件，粒子承载的软胶分件，我建议是给它粘在上面这个卡位上，不然这个时候在把玩的过程中呢也是容易脱落的。那么其他的肩甲也就是这个 C12 可能因为零件是比较小的，加上精度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各位在插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侧的这个白色分件要插到位了，不然这个滑槽呢它是插不进去的。那么手臂部分就没有了。在安装整个斩剑刀的过程中呢，我建议各位一定要注意斩剑刀，不对，离内部支援长短剑的这个剑刃啊是非常